请问二位今天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坎贝尔阁下是专程从欧洲过来接中和睦小少爷回去的。中和睦小少爷是坎贝尔家族的唯一继承人。中和睦能够成为坎贝尔家族的继承人，是他的荣耀，也是您皇子李先生的荣幸。您把中和睦交给坎贝尔阁下抚养，您将获得非常丰厚的补偿，条件随便提。 中和睦呢是我的儿子，跟坎贝尔家族没关系。丰厚的补偿我也不需要。如果二位是因为这个事情来到我的家，那可以马上离开了。这谁啊？来找你的？别提了，四川是聂木的祖父。不是，他们怎么会找这儿来啊 Justement demander ses conditions. Peut-être il n'a pas la notion de l'argent.